细个 KTV 相爱情的歌，真的哦，真的，拍七啦，哪拢用这条？这条吗？哦，这条是合拍七啦？有啦啦，无。安怎？拍七啦，凊彩唱的，伊若敢，伊若呐，送着你的顶八卦，当夜才袂消化。你凊彩唱什么歌？嘛是甲你做。消到伊嘛甲你教。消到啦，消到。哦，消到啦。可以的，消到。哦哦哦哦，歹势。哎，你都老歌，通常咱拢较无咧唱啦。哈哈哈。啊无，你唱王昭君呢？哈哈哈。流行行吗？你是小花园吗？啊，你小花园。花呀花呀花，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对不对？哎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呀，花呀花呀花，也那对得时代呢。真的呢。哦，哎，厝内有小朋友做好挖啦。哎呀，我厝内无小朋友。你嘛是家家爱挖啦。我家也要唱大熊的。啊，大熊。大熊，那个放进去一点点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当然是一下下，是一点点，一下下，哦，是一下下，一下下。我刚刚听到就一点点，啊，一点点哦，别点啦，别点啦，妹妹，那么一下下就好，你怎么放什么进去？很讨厌你，你做猥，做淫荡，做猥亵呢？但是你很喜欢，对呀，哎，我人很遐想呢，真的很讨厌。要那有胸的东北台，所以我拢较介意大熊啦，我较介意。无聊，我就想着大熊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较正经的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较正经的，老大你有探听的好不好？有啦有啦，这摆都无咧探听咧，唔免来啊！这摆就来看看对眼就刷，来有来电就会使啊！上了上了，上了这紧哦！如果你唔知，你有冇听人讲经营出一经营一个人出一行哦，经营蒙蔽人，哎，那物件无咧用哦，原在久会歹，是啊，嘿啦。你啊，少年哦，少年啊，三十岁以后离婚啦吼，也是无交男朋友，无交女朋友，吼，无咧用了啊。你到六十岁时阵哦，迄个物件我才会害。嘛，不是啊，到六十岁这物件本来就退化，敢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会退化，退化，啊，所以你无用无彩啊。哦，冇用哦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所以啊，加减啊用啦。啊，所以有看对耶。有来电就爱把握机会，对对对，有机会就用啦，有机会就用了它，没来啊！哎呦，迄个物件，迄个物件两加仑尔，一元都无啊！两加仑哦，嘿啦，一世人，一世人哦。卡大迄个，你刚才在开讲的时候呢？然后你就讲阿本啊安娜对不？哎对对。阿乐乐讲哦，你看到这真，我想讲伊是皇后，你唔知吗？哎对，像这样，你不要。刚刚你甲介绍一个袂记哩啦。好啦，你却唔知你的招牌是啥啦？无啦无啦，安尼人这人唔捌我就好啊。哦，啊，无所以才讲够牌啊。形象够高嘞，对不对？哦对，哎，所以咱很牛逼哦。听听歌也好啦，要讲啥物迄啰黄色的笑话。我今日这部七点演出到今麦，差不多过两点钟啊，你看看。没有。还有什么形象可以维护吗？有，还有。再演都没有开黄腔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是安尼。是真的。要卡多遐尔吼。哎，到遐尔。哈哈哈。懂呀妹。好好。哎妹，啊，大家买。差不多冻到卡多迄个，你嘛差不多冻袂掉啊啦。是哎，即卖人吼，足够拿比赛连写话维护咱。哦哦。哎，迄不是干咱话呢啊。哦哦哦。哎，即卖手机。啊！大家人手一支，对啊。哎，手机啊，拢有咧甲咱讲，我咧要人生要活了会快乐，要活了会轻松，活了会舒服，舒服。哎，会当会修，当会修，就是爱传咧，会练小话，啊对啊，拉比赛，没啊，爱维护咱，哎，安尼就对啊。是安尼哦。对对对对对。三行对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爱记你哦。人生就是彩色的啊。加油！哦，你还继续练啦？哦哦，较过来练嘞。是安尼吗？没啦，但是侬也做自闭，无想要讲话嘞。恁母啊，练遐济啊，你无伊个三分之。因为我感觉做差个。喂，这左脚，我感觉伊母也无听到，啊，我真正感情都歹呀。好像拢不要落控制家己呢。真的呢。对啊。袂歹呢，我感觉安尼好啊。那伤差。查某人教话轻佳啊。问题伤差啊，教话无要紧。哦，教话不要紧。哦，袂使伤差。哦。太聒噪了。对，袂当伤差。爱讲人爱听的话啦。哦。哎呀，白白要讲话，爱讲人爱听的。大家来讲，哎，帅哥你好帅哦。我好喜欢你哦，想你哦，哎，你这想直接，啾咪啾咪哦，这想直接，我
帅哥会惊着，啊，有的帅哥会惊着，哦，安尼。即卖现代人吼，嘛想侪较避暑，较避暑，对啊。我袂啦，我个性很内向、很害羞、很避暑，嘿，我绝对袂，我袂甲你安那，你免惊。出门尔啦，对对对，你免惊啦，我唔是妖精，我袂甲人安。你麻烦问你意见咯，哎，是来啊。哎，啊嘛是拄仔有法度吼，对不对？被你看上了，无伊就无法度啊。是哦，加油。你一人无数呢哦。就比你两个把酒吼，那干定的哇。酒乌瑞瑞，小干卡应贵。哎哎哎，来啦，靠近来听歌。好的，阿爸来歌曲，呀水水水，甲尻川连大腿，来甲咱介绍乐乐，因朋友多多。赞，你袂歹，不管你破主的。啊，好，夸张，是哦。小鸟力大，水流多，安尼就对啊，哈嗨！来哦，我正摆开咱个对话啦，体格正好，苗条的身材，辣辣的哟。像来趁水哦，谢谢。